行，就这样了。呀，小心点。再跪下。这要晒两三天呢。今天吃什么？我好像没有什么很多菜，去看一下你怎么吃什么吧。好，可以，走吧，那就晒完我们就去煮饭了。好，一个碟子，洗个鸭，三个碟妹妹嘴好吃。哇！还吃晚饭了吗？